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蠢蠢夜夜秀。接下来来宾呢，他是我们北艺的舞王，只要类似夜店场合，都会看他舞姿曼妙的身影。让我们一起欢迎这一次变变快乐的导演林星宏。舞王的位置，舞王的位置。OK， 星宏，你是这部片的导演对不对？是的。OK， 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片在讲什么，用20秒的时间。就是一个小孩在接受他妈的压迫之后，然后呢回去到学校找到朋友的故事，然后最终找获得一个快乐的生活。哦，所以里面的演员是小孩？嗯，国中生。国中生，真的国中生吗？第一次当导演的感觉怎么样？就要一直做很多决定，然后。要整部片都是你要在 hold 着，其实蛮累的。觉得各个导演辛苦了，就是要一直 hold 着各个的事情。对，这部片你在前置准备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地方是觉得最有危险性，然后最把持不住的吗？就是那时候找不到制片的时候啊，就什么人都不见的时候啊。那时候真的是觉得，我真的要继续拍吗？就对。就每天都在鹿丝草原问天问地，但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还是要拍掉，不然可能自己会后悔。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处去找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连我都找，但我没时间。啊、你当初还答应我什么？你自己记得？我答应吗？可能知道，还忘了。哦，对。真的是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。啊，后来有顺利拍完吗？嗯，有就好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渣男言论。我们听说今天还有一位。毕志森嘛 ，Rita 呢 ？Rita 人呢？Rita 在台南。Rita 在台南。嗯，哦、那我们这边就差不多了。我们谢谢星宏， yeah. 谢谢 Rita 没有来就。你叫我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好，我们进入我们的游戏时间。Yeah. 这个游戏叫做《麻辣天后宫》。这个游戏怎么玩呢？我们会问你一些问题，那你可以不回答。但不回答的话，就要吃一块我们的芥末饼。你很怕芥末吗？不是这么爱。不是什么爱，太棒了！我就是要这句话 ，OK， 就是要这句话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行。第一个环节 ，OK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毕志组原本离开的人说的？我觉得很感谢他之前的帮忙吧。就整个其实到之前，他真的帮了蛮多忙的，只是最后很。可能因为我自己的原因跟他的原因就离开了，但还是蛮感谢的，还是感谢他之前留下来，不是之前留下来，对不起，留下来的人，之前还在的时候做的那些努力，嗯、也让这部片有一个先到一个地方。对啊，他至少是到了一个都找到的时候才离开。哇，那他很棒哎、欸。不像我，就是我对啊，我就是还没找到的时候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要撤了。就直接渣男。OK， 好，那第二题就比较简单了。百希，你喜欢过哪个男生？哎呦，我吃饼干。对不起。哦，谢。不要用鼻子呼吸，不要用鼻子呼吸，会死掉，会死掉。啊，谢。如果时间回溯到拍这部壁纸前，去年的九月、十月的时候。你会想花二十万交一个男朋友，还是拍壁纸？如果花到20万交个男朋友，我就能交了，好吗？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都花，所以你把这20万收回来，然后来拍这个。男朋友这么好交的话，我就交到了，好吗？ Okay, 就每天都在鹿丝草原问天问地。来，电话自己联络一下，请上来这边。对。OK，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 slogan 时间了。北艺大电影系第九届毕展，遥电感应，一定是大拇指的啦。And here we go。知道啊，我跟他们宣传片。耶、yeah。你那个主唱，主唱吗？耶、yeah, 耶、yeah。哎、欸，主唱 take。